缺水就是要节水。我们台湾的水价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低，所以大家人均用水量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高。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做法，包括我们什么南化啊，开一个水管啊，连通管连到增能水库啊，包括我们要把排河水库再挖，把那个淤积挖掉了，还有包括我们的节水的宣导。但最重要的，如果能够在我们自己内心能够节水的时候，就能够少用点水，那这样子大家流水可用。你要说一个和尚啊，一个和尚怎么样？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啊，两个和尚就怎么水喝了啊？所以说大家知道，如果说大家稍微节省一下，我们就可以够很多水。水是这样，电也是这样，资源也是这样。啊，尤其大家对于如果我们看到了啊，实际在推动的这个资源回收啊，事实上，垃圾那你把垃圾变成资源，这也都是对环境。我跟黄市长讲说，我有长期在观察台湾每个县市政府跟实际配合的那种热切的那个程度啊，黄市长应该是占第一名的。所以我刚刚跟黄市长讲吼，你做哪一行呢？因为懂得跟实际结合起来，其实这个是我们政言上的，就是鼓励我们必须跟市政府结合起来，民间的力量跟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啊，就像这一次啊。土耳其不是大地震吗？我们不是在内湖环保站吗？在收集物资吗？其实我让各位知道，这个筹募物资不是慈济带动的啦，是土耳其带动的。叫金鱼。爱地球。好，那我们请贵宾往前看，我们拍下这个重要的一刻。第二届台南世杯环保防灾勇士踢毽赛正式开始。展现我们的节水抗旱的决心哦！水是大生命，节水我响应。水是大生命，节水我响应。感恩大家爱心的串联。